父老乡亲，净空十岁离开家乡。我出生在金牛。上一次回来呀，把出生地找到了，我去看了一下。3岁，搬到顺港。那时候叫河旁，住在碗个围子的旁边，小时候曾经在碗个祠堂上过私塾，10岁是抗战前一年，离开家乡到福建。8年抗战，过着流浪的生活，8年当中啊，走了江南10个省，胜利之后，在南京念了1年书，以后，孙立人先生在京沪一带招收知识青年。我就跟着他的部队到台湾，在台湾住了30年，那么期间当中呢，也常常到国外去，从1997年跟这个海外就结了缘分，所以以后在台湾居住的时间不多，大概1年呢。顶多3个月，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国外旅行，走过很多国家地区。这个学佛是一个很偶然的缘分，因为在过去对宗教、对佛法了都没有接触，也没有这个缘分接触，那么只听一般人说呢，这是迷信，听到迷信的，我们就更不愿意接触了，到台湾那个时候，我对哲学很有兴趣，我们的乡亲方东美先生，他是桐城派方苞的第16代，是当代的一位哲学家，那么在台湾呢声望也很高，我对他很仰慕，最初给他写信，寄一篇文章给他看，以后他约我到他家里面见面，那么总是家乡人，所以也就是特别受他老人家的照顾，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每个星期2个小时，上课就在他家里小客厅小圆桌，我们就是一个学生一个老师，这样子的教学。最后一个单元呢，他跟我讲的是佛经哲学，这是他把佛教介绍给我，他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说他是圣哲，佛经呢是个高等哲学，他告诉我，他全世界哲学里面最高峰的是佛经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是使我们对于宗教、对于佛法呢有个重新的认识，于是他就介绍我去看这个佛的经典。在当时，这个佛教
书籍非常缺乏，只有在大寺庙里他们有藏经楼，利用星期假日到这个藏经楼里面去抄经，我们需要读的这些东西借出来抄，但是藏经是不能借出外面去的，所以只有在他这个藏经楼里面抄经。我记得我还抄了十几部。那么没有多久就认识了张家大师，这个两年之后呢，就认识了李炳南老先生，这个李老先生是孔德成先生的老师，那么这个都是在台湾传统学术的大家，缘分呢很殊胜。那么我专心学习这一本，走这条路子呢，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他说佛教传人太少了，那么我们具足这个条件，在台湾呢是一个人，也没有家庭，没有任何顾虑，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劝我的时候走这条路，我也很欢喜，那么他告诉我，学佛一定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第一本书叫我读的是释迦牟尼佛传记，这个传记是唐朝人写的，在佛教经典里面，那个时候我首先就把这两部书抄写下来，才知道佛教不是宗教，佛教里面没有神，没有仙人，佛是人，菩萨也是人，所以到以后我们才晓得佛、菩萨、阿罗汉这些名词都是佛门里面学位的名称，像现在大学里面的硕士、博士、学士，学位的名称，所以佛陀这是最高的学位，菩萨是第二个学位，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所以佛家常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句话呢跟我们中国老祖宗所传的人性本善是一个意思，三字经上一开端，人之初性本善，那么佛就是至善，尽善尽美呀，这是佛陀，所以以后从经典里面我们才知道，不但是方先生所说的是高等哲学而且里面还有高等科学是我们现在东西方科学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比的非常可惜呢，经典读诵的人太少了，接触的人太少了佛陀的教诲落实在社会普及推动的那是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所以他跟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带来了长治久安过去帝王时代几乎出家人呢都是帝王师封为国师国家疑难问题都向这些高僧大德了去请教，就是很有道理的佛教这变成宗教
历史并不长啊，我们客观的看法呢，大概不超过300年啊，这是近代它变成宗教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是宗教啊，它变成迷信的，它本来是智慧，现在确实变成迷信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啊。所以现在在全世界啊，佛教大概有4种形态出现在世界啊。第一个是传统的，那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很少很少，它不多了啊。第二种呢，学术啊，因为现在在国外许多大学里面都有佛学系啊，哲学系啊，把佛经当作哲学去研究啊。第三种就是宗教啊，宗教里面有佛学，有佛教。第四种呢，是很不幸的邪教啊，拿着佛教的招牌啊去欺骗众生，有的啊，也不少啊。所以我们必须把它认清清楚啊，我们学到底学习什么啊，这个要很清楚，很难得啊。那么在最近的10年啊，从1999年，今年2008年呢，刚刚10年啊。这个10年当中啊，我有这个机缘啊，居住在新加坡啊，那我们尝试把新加坡9个宗教啊团结起来啊，成为兄弟姐妹，成为一家人啊。新加坡的政府对这个是非常欢迎啊，有对他社会的治安呢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事情做成功之后啊，澳洲前任政府的移民部长啊，卢托先生啊，他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很欢迎我到澳洲去啊，给我一个特别的签证啊，非常礼遇啊。到澳洲呢，希望帮助那个地区啊，这个宗教团结跟族群团结啊，所以我也就在澳洲定居下来了啊。那么911事件之后，澳洲的大学找我啊，才知道联合国从70年代就召开这个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和平安定的这样的会议啊，年年都开啊，开到现在已经37年了啊。那么大家都晓得，哎，整个世界的冲突频率年年上升啊，灾难是年年严重啊，大家都在找解决的方法啊，是诚心诚意在找啊，这是我亲自看到的，我很佩服他们，找不到办法。啊，所以澳洲2个大学的校长来找我啊，希望我提供一点意见啊。我跟他们学校结束之后，听了他们的报告啊，他们确实呢没有把冲突的原因找到啊，所以化解当然就很困难啊。我们听了之后，再从中国、从佛学里面可以找到化解的方法，就是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的“行由不得了，反求诸己”。啊，冲突不在外面，啊，一定是在内心。啊，我们把中国、把佛法，啊，这种传统的智慧方法介绍给联合国。啊，介绍给全世界啊，许多人听了之后感到很新奇啊，也很赞叹，但是没有信心啊，说这是理想，
这个是现在不可能做到的啊，这样呢才激发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样板给大家看啊，他才能产生信心啊。所以我在美国啊，语言不成熟，在澳洲啊，在新加坡都没做成功啊。2005年我回到家乡啊，只是几十年没回来了啊，回到家乡看看啊，把这个这些年所遇到的事情给大家做了报告啊，做了汇报啊，家乡的父老兄弟们听了很欢喜啊，就是我们自己做，回家来做啊，这就是选择在汤池啊，汤池是当时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家乡的这个县乡镇的领导啊，听到都很欢喜啊。那么汤池这个中心呢，就这样建出来，建好了。建这个目的呢，就是给联合国这些从事与世界和平工作的人呢，给他看啊，他看了之后，他就会有信心，他就知道啊，这个佛门里面所说的啊，老祖宗所传的，不是理想，是可以做得到的。那么我们做的方法，这个是成败啊的关键啊。第一个，我们招收一批老师啊，老师要先做到，老师做不到不能教人啊。教育人的人，这个受这个自己要先受教育，要先做到啊。所以我说，孔子教学成功了。你看千年万世还向老子还向孔子学习，释迦牟尼教育成功啊，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孔子教学只有5年啊，他自己能做到然后教人，别人心服口服啊，愿意接受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那么中国传统的教育疏忽了至少有80年啊，我这个年龄我清楚啊，啊，我在小时候啊，在念私塾啊，家教还有一点边缘啊，我弟弟小我6岁就完全不知道了啊，所以我们是接触到一点边缘啊，这个东西丢了这么多年。所以现在你问年轻人，他不知道，他父母也不知道，甚至他祖父母都不知道啊。所以要学习啊是非常困难啊。所以我们就想到汤池镇啊，12个村庄啊，包括他的街道，居民呢48000人、啊。我们的方法就是让这个小镇的居民48000人，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一起学。这才能收到效果。如果让小孩学，大人不学，小孩不相信啊，小孩说你们大人骗我啊。在学校里面，学生学老师不学，学生不会相信啊。所以一定啊要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啊。我们用这种方法呢做成功了啊。原先想的构想的大概总得2年到3年，实在真的没有想到啊，3-4个月成绩卓著啊，让我们跟这批老师感到非常欣慰啊，感到的是真正印证了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人性真是善良，可惜没人教他。你看我们教了3-4个月他就回头了啊，才知道人民是这么好教的啊！你不教他就没办法啊！这个试验成功了，我们就想到如何能把他介绍到联合国啊！怎没有想到呢？5月份，他隔了2个月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在巴黎总部啊，来通知我。
希望呢，我能够参加他们十月份的举办一个活动，就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啊，联合国用宗教做主题还是头一次，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说，这是我们祖宗之德，这不是我们人能够做得到的。啊，祖宗之德。啊，他搞这么一个题目。啊，讨论的主题呢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啊，我不相信啊，因为联合国找的对象是国家了，那我在澳洲只办那个小小的学院，他怎么会找我？所以我就派了3个人到巴黎去打听一下。啊，打听之后啊，确实有这个事情，他找的是泰国。啊，找的是泰国。啊，我就很欢喜了，是泰国大使推荐。啊，推荐我呢，参加主办，啊，这个活动是，这不是协办，参加主办。那么今天上午，我还对这个澳洲打个电话来，啊，泰国的王太子，啊，邀请我，这个8月中旬，啊，泰国有一个僧伽医院落成典礼。希望我参加，啊，他们太皇也很想跟我见见面，啊，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联合国活动啊，是在曼谷大学开的这个会议，啊，第一次会议我没有发言，因为我头一次，啊，我在旁边观察，看联合国搞些什么玩意，在旁边冷静的观察，啊，第二次在日本开会呢，我就说话了，啊，第三次之后啊。我都是主题发言，啊，所以跟泰国呢结了这个缘分，啊，当时在泰国住了10天，啊，跟泰国的副首相、三军总司令查瓦利将军结识，啊，这个夫妻两个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啊，我在那里住了10天当中，他2次请我吃饭是在他家里。招待的非常优厚，所以我就想着说，有跟泰国有这个缘分，啊，所以我就接受这个巴黎联合国的邀请，啊，那我们主办这个活动办得非常成功，啊，我们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啊，副大使，对我们活动啊非常支持，啊，那么会后驻联合国192个国家代表都希望到汤池来参观考察，啊，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桩事情，啊，所以虽然他们没有能这个行程呢，对我们的鼓励啊很大，啊，所以汤池现在不但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在国际上啊产生了影响了。啊，我们希望好好的做啊，这个是符合啊胡主席号召的和平和谐社会呀，跟和谐世界啊，一定是和谐世界从和谐社会做起。啊，那像我们在海外这么多年，时时刻刻呢都想到家乡。啊，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最关心的、最挂念的，就是家谱还在不在？啊，这是我们家庭历史啊，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没有重视家庭历史。啊，没想到的是吧，居然还能保存着，啊，还有这么一套谱存在的。这是真正是稀有，啊，我们这祖宗之德了，能把这套东西完整的还保存下来，啊，那么我看到只有这一步，我说这一步啊，要是丢掉之后，那我们的根都找不到了，啊，所以我就跟大家商量，我说我们把它复印，
啊，我们印三百部，啊，我们到处这个找地方收藏，啊，将来呢就不会丧失了，啊，这是历史，啊，这是文物，啊，要很珍惜的把它传下去，啊，那么更重要的呢，我们要做续谱，啊，我们现在这一套谱是第六次的这个续谱，啊，现在我们要做第七套的。这一套第六套的是民国四年，距离我们现在90多年，啊，那么我是民国16年出生的，啊，所以那个普修的时候我们都没出世，啊，可是我们父母的名字在里面我们看到了，啊，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做续谱的工作，啊，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啊，所以用电脑来做版的时候是很方便，啊，那么续谱做了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啊，不是短时间能够做成的，啊，我想至少也都要3年到5年，啊，可以先做电子版，啊，随时有新的资料进去的，随时可以放进去。啊，改版呢很容易，啊，到3-5年之后，我们这个版定了，再印书，啊，再印书，啊，印书主要是给全世界，啊，学校、机关、文物机构啊，让他们保存，啊，我们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呢都能看得到，啊，像我们在过去，我们看不到这个家谱。在台湾也看不到，可是在美国加州盐湖城摩门教的总部，他收集中国家谱收集了将近差不多有20000多种，我们很好奇啊，我们就到那里去找啊，哎，我们邓本堂的有2种，大概有10几册，不晓得他从哪里找到，其实不容易啊。那这个台湾都收获了啊，所以台湾政府知道摩门教收集中国家谱，啊，所以到他那边用照相，啊，用这个微卷照相的时候，把这个全部的资料啊，照了一份，现在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啊，收藏，啊，我们最初看到邓本堂的，我是从那边看到的，啊，所以这像我回来看到这么完整的。真正是稀有，啊，从皇帝记载一直到现在，啊，世世代代没有断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啊，所以我想的是，我们先可以用这个，用光碟，啊，用这个，这个电子造版，啊，这个3-5年之后，变成熟了，啊，各方面资料都齐全了，我们再印书。啊，那么我的建议呢，我们这一套老谱，我们现在已经翻译了，啊，老谱这一套最好送个国家，啊，博物馆去保管，啊，他会当宝贝这个收藏，不会丢掉的，啊，那我们的影印的这个300套呢，有100套存在海外大学图书馆。啊，像这个伦敦的剑桥大学，啊，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我都送给他们，啊，像美国这些著名大学的时候，我也都图书馆都送给他们收藏，啊，另外有100套的时候送在我们自己国内，啊，这个是著名的大学，像北大、清华，啊，这个人民大学我都送了，啊，这个这是山东大学送了2套，啊。所以这著名大学我们都送，啊，这是他们呢会很好的收藏，啊，这个东西不会遗失，这是历史文物，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续修的这个，啊，续修的是这我们名字都在里面，啊，有一些事迹后人的事迹都在，这就完整了，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我们也会跟着我们在海外的活动，啊，
我们有这个缘分呢，送给许许多多国家领导人呢，作为一个礼物赠送，这非常名贵的礼物啊，非常名贵的，他们都欢喜接受。他们接受之后，一定是交给这个国家文物机构去保存啊，所以这非常有意义，也是对于全世界人类学上呢，我们徐氏宗族啊，做了一个很好的贡献啊，叫这个家人是啊，这是爱家爱族啊。这个爱这个乡土啊，爱国家爱民族，扩大到之后啊，爱人类啊，我们做出了这个贡献啊，所以这是稀有难逢，希望我们这个族人啊，认真的来学习传统文化啊，为将来的这个化解冲突啊，这个。促进世界的安宁和平，做出一份贡献。我的话就说到此地，谢谢大家啊，非常谢谢。